大家好，我们在测试这一款 Q70L。OK， 这款 Q70L 目前是比较宽松，而且后排的空间是非常的大。那么工程师在测试一个点火的信号。不要踩，不要踩。ACC。ACC。On。点火，熄火了。熄火。你看，你踩的。踩的，点火。OK。挂，踩着刹车，然后。踩着刹车。我来看一下，挂个档是。测试个档位是吧？测试档位。稍等一下，你找个数据，等一下。你挂的挺快。挂的倒档。倒档。好、对对对，倒档，对 N 档。是的。再挂个 D 档。D 档。OK， 可以可以。好，档位测试完毕。测转向灯信号吗？转向灯测了。测过了。转向角。转向角，转向角，等一下哦。好，你打。有吗？是对的，可以的。OK， 好。